过他的肩膀，我碰你不要摔我，我跟你讲。我只是访问你，不要把我往这里往前摔了。你是主角了哈，你学几年了？三年，国小三年级。国小三年，现在国中了嘛，六年。就小朋友很棒啊，可以学习啊，怎么防身，而且能强身。对对哈，非常好啊。是啊，那目的的。各就各位下来，那个就是一起，董哥在底座。跪着，刚刚是三二一嘛，对，对，三二一嘛，啊那个谁啊，我来好了，你来，你们就二好了，谢欣最上面。要干嘛？你又不用怕啦，你就跟着他们来飞啊。对啊，搞飞我们的。对，好，来了来了，你要确定是他飞哦，不是浩说飞了。太高，我们应该往下，对不对？要稍微弯一点，稍微趴一点，哎，对，这样对吗？这样对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压低，快点啊！怕什么？啊，第二，接着我来了。我才怕。谁啊？你是打保龄球啊？我是可以飞的，你可以闪开。你先让它空飞一下。空飞吧。啊！可以啊！再来可以。就你了，你好。发着。算是第一个来啊，先两个，对啊，我是看好你，看好什么？两个，要暖身，我都没暖身。第三个，第四个，董哥，来，同学，来，快点，准备好，我们现在同学要飞了，这样叠高度有那个高吗？没有啊，神经病啊！对啊，就知道我都要好好学啊！是，哇，我看完你放，我就知道要好好学。哎，同学呢？同学，来，哦，你翻得很辛苦啊！对啊，哇，很厉害。接下来我们就对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就救了。对吧？这么重摔得下吗？快过年了，你就试试看摔一次嘛。你要袭击他就对了。我看他摔得动摔不动，这么重。来，右手啊哈。你这个蛮厉害，这么重的还摔得动。我这是从因为跪你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持，哎，良好的。你假摔就算了，还假痛。对，假痛。表演很精彩，很精彩。同学这么厉害啊，我们多送你奖金啊。应该的，鼓励一下。